直角三角形有三条边，最长那边就是斜边。Pheta對住就是對邊，餘下那條就是底邊。記得邊邊打邊邊 ，Triangle 有三個 Angles， Angle 的總和是一百八十度。要找角度，有三条路，有对边、斜边与底边，怎样做才可以计到？Sinθ 是对边除斜边 ，Cosθ 是底边除斜边 ，Tanθ 是对边除底。就等於Sinθ除Cosθ，Sinθ九十度就等於一 ，Cosθ零度也等於一 ，Tanθ四十五度又等於一 ，Sinθ square theta 加 Cosθ square theta 亦是一。记紧大人有 HKEAA 的 counter， 如果唔系背晒 formula 都系假。